一直以嚟想喺屯門睇影音產品，淨係得手機或者微型組合，想揾一個啱發燒友聚腳嘅地方，其實一啲都唔容易。自從 AV Live 進駐咗屯門市廣場之後，我哋一眾嘅影音發燒友終於可以喺度聚一聚，慢慢行啦。我身後面全新屯門市廣場 AV Live 分店就有齊曬一系列全新嘅 OLED、QLED、LED 4K 電視之餘，仲特設咗一個方便大家視像家庭影院同埋 HiFi 影音體驗區。佢哋仲會有齊市場上所有嘅 4K 藍光碟機俾大家逐步咁去試真啲添啊！真係想玩乜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啦！想比較一下究竟是 OLED 好啲定是 QLED 好啲？呢度有齊曬全線最新嘅 4K 電視，各款尺寸齊備啊！而且大部分都是最新款型號添，加加埋埋都有幾十款喺度啊！咁你咪可以慢慢咁睇清楚先去決定邊一部啱自己嘅家庭影院用咯。想買藍光影碟機，市場上所有行貨 4K 藍光影碟機都有齊曬喺度，俾你逐步慢慢睇。要經濟有經濟，要頂級都有，而且仲可以喺體驗區度俾你慢慢試添啊！喺呢個體驗區，你仲可以試勻曬全港最新最流行、各種品牌、各種型號嘅 AV 狂音機，而且仲有一部82寸 4K 大電視俾你去感受一下大畫面嘅威力啊！如果嫌82寸都係唔夠嘅話，冇問題，110寸名廠 OS 4K 投影幕同埋 4K 解像度嘅投影機都可以滿足到你啦。如果想静静地自己听下歌嘅话，又可以去到个人影音体验区，呢度有好多唔同嘅蓝牙喇叭同埋耳机，仲有多款个人迷你音响组合，方便你试听自己心水嘅靓歌。逐步试匀晒佢又得，睇啱目标买又得，梗系会揾到一款啱你口味嘅。